全轮圣王出世迄个时，是人寿84000岁，哇，真长寿的时代啦！迄个时，人间啊，人人都是啊，心存好心啦，念念是好念，天下呢，就是啊。海雾升平啊，这个期间就是专轮圣王所统领的天下，所以讲专轮圣王出现的时候，统领那就是海雾升平，那是天地间啊。完全的和平啦，人生安乐啦。种种的福业，爱修积习善法，这善念啊，念念顺时，分分秒秒，不离开这个善念。啊，这个善念善行啊，那就是有十种未用的做，十种呢要积极去做。因若甲我送来车顶的时间吼拖着吼，啊，我着时间着袂赴，啊，袂赴转去吼，拢送人拢讲一半。啊，讲一半袂安怎？啊，着共款接上，搁落去听，啊，听完才转去安尼。转去吼，若听有诶听无着诶吼，啊，着看电子书。3点多啊，4点就要去批货啊，就这样啊，他去批货，我就要准备早餐呐。啊，我如果要熏法香，如果太晚起来会来不及弄给他们吃。其实我们这样说累，但上人比我们更累嘞。一想到上人说他那么早就起来，之前没有熏法香，不能了解上人那么用那个用心良苦。现在都知道上人，就是为了增长我们的慧命，真的也是很辛苦，所以我们这样都不觉得苦嘞。还阁等点事呢。佛陀巴沙。如果没有熏法香之前，我认为我做我对的事情，你如果多取我5块钱，我也觉得你这样是不对。但是熏法香以后，我们自己观念会转，哎，因为。就是藏人常常在叮咛我们，就是跟众生结善缘啦，不要为了那小钱再跟人家结恶缘。这是一个迄个吊车厂，中这是一个窟啦安尼吼，差不多伫这个中这个椅啊伫坐遮，思想想讲。来甲遮做一个环保站吼，啊，再布置安尼，啊，甲加上咱的迄个人文安尼。以前是迄个杀生的场所吼，啊，即马是变救人的场所，能够一大早就跟精舍连线一起这样修行，
很好啊。人人若会当，现在就及时忏悔，及时忏悔心，心那一定，甲家己呢，生活人间，人甲人的中间，互相呢，就互爱，安尼就慢慢的会当恢复去了人清净的本性，所以咱要好好啦，用心将人甲人的中间安怎样彼此调和，这叫做净化人心。距离也阁真远真长，所以咱爱相信，唔通断啦，唔通断了，咱爱静静努力净化人心，人心调和。